有幸福的感觉，我喜欢。蔡依林武汉开演唱会，超香辣早餐直播，粉丝口水直流。老公过早吗？老公洗澡吗？别蓬头。听后蔡依林 Ugly Beauty 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中国武汉，台上火辣开唱，下台也不忘开启超香辣吃播。武汉的美食，热干面一定要先吃。这是当早餐吗？还是早餐？早餐热干面配面窝。什么大根大搭？这个很像是甜甜圈的感觉。这个好吃，这个我喜欢。我想吃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豆皮，三鲜豆。My God， 这也太厚了吧！这好吃哎、欸，这是铁打早餐，宵夜不会卖这个。铁打，你看的早点都很碳水。生烫牛肉，生烫牛肉粉，该不会也是早餐？早餐有，宵夜也有。每天一直吃早餐，好棒哦！那这个呢？这是锁骨，鸭锁骨。锁骨，这很适合下酒。二窝头来一杯，谢谢。不浓的不喝。那这个呢？藕汤呢？对，有幸福的感觉，我喜欢。第一名，清炒藕带，这个也好吃。是什么？莲蓬啊。这可以吃。莲藕奉献他的一生啊。甜的。哦。这个叫什么？莲蓬，莲蓬啊，莲蓬头，莲蓬头，莲蓬洗澡的莲蓬。这个很多歌迷都说这家是你开的，我开的。蔡林记啊，就是这样默默的赚了大家很多钱。最推荐的莲藕汤一。还有这个生烫牛肉，哦，我还忘了它，还有它，它，还有这个也很好啊，这个莲蓬，只要是藕类的我都喜欢哎，我发现，我好饱哦，天哪，我现在要休息一下，吃饱了，肚子也变大了。